我是 Suki， 我很喜欢吃东西，也很喜欢做东西，特别是日本菜。首先第一步，我们就要做寿司的精髓灵魂，就是要磨 wasabi 了。好，跟住我哋咧就要准备整海胆干腩寿司。咁第一步要做咧，就系我哋只手，如果我哋直接去掂啲寿司饭咧，会黐到我哋成只手都系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就准备咗一啲嘅米醋或者系寿司醋啦。咁我哋要湿下我哋只手嘅，咁就唔好好似喺度洗手咁，因为你会令到嗰个饭好湿。沾少少喺个纸巾嗰度，跟住之后咧，稍微捽一捽，跟住拍一拍。攞一塊紫菜，咁就大概要將佢剪裁成15×3.5cm， 咁就喺呢一個飯團嘅側邊或者中央圍住佢。咁壽司咧個紫菜咧，其實佢有兩面嘅，一面咧係會鞋身啲嘅，一面咧就會係滑身啲嘅。咁我哋咧就要將鞋嗰邊咧係黐住嗰個飯，咁佢就可以找得住個飯，冇咁容易散啦。加少少壽司醬油，跟住咧，我哋就可以用少少頭先磨咗嘅 wasabi 啦，就擺喺中央，咁就完成噶啦。